接下来我们猎人挑战一下这次的地狱级。OK， 就是这样组咯 ，Go Go Go！ 奇牙王二二血打爆会先被打死，然、哦、后是哦，这个我倒是不知道了。哎、欸，十二点了，对，十二点了。然后听说第一关很难哦，第一关很难的话，那我要注意一点了。哦，转超烂，怎么会这样？第一关要新珠要够啊，不然很麻烦。哇，果然真王冠。有新珠，好险！希望一直这么好运。其实第一关就是在考验你的运气啊，会不会卡星？会不会卡星跟补不补得回来？这都是一个很大的关键。应该是没问题了，没卡星就没毛病。过了，真王冠过了。接下来都是假王冠，最大的考验过了就没问题了。好，行，接下来就是把技能磨到跳起来就行了。好。欸、其实技能跳了耶，我们木屋跟那个埃及开，那个什么埃及，跟库拉皮卡开起来就没问题了。好，哦，这伤害猛猛的，在第三关要把新珠给炸掉。这拉格萨斯炸起来是猛，哇！你看，哇，这个光珠太多，泛滥的光珠。好，再好，我还可以把它切开。哇，这伤害猛。哦，一定超扯。好，哎呀，小杰是哪一个？石头是无视敌方防御力，我们出石头。石头在这，好。应该可以过吧，完美，好，第四关会不会直接炸？欸，其实猎人好像也蛮轻松的哦，炸起来，屌炸天，欸，好像蛮 OK 的欸，猎人就这么回事，对吧？好，我还没死，好，真低惨，但是应该是可以过、啊。那就过了嘛。好，这里听说可以盒带走是吧？那我就不手软了。好，就这样。念能力看一下，至少不会死。这个爆安全应该是没问题啊。哎、欸、，What happened？ 怎么回事？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怎么这个会发生这种事？所以，我有点不太清楚现在发生什么事，但是好像看起来是没有那个 bug 了。所以那个 bug 到底是怎么触发？有人知道吗？还是过了，但是就是少了那个 bug。直招刚好打到一趴，什么意思？不太懂哦。他是，嗯，对，什么意思？反正就是还是过了啦，还是可以过。我们至少没有触发到 bug。
好，